期用于包装各类的盒子。那我这边的盒子有大小，都是可以用来做收缩包装的。这个是包好的产品。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机器呢包括两个机型，一个是我们做的叫 L 型包装机，这个后面呢是1.5的收缩机，这两款机型呢的配合就能够让产品完美的包装。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机器的操作流程。接下来看一下操作这一台收缩机哈，这里有四个按钮，我们先打开电源，然后打开加热，加热在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个温度的设定，一般情况下是在140度到150度之间都 OK。开的是输送，好，风机 OK， 这个是调整输送的速度的。好，这样开机以后，我们就等它温度上升。
非常。